只是听说的做海鲜设备，而且能做很多年的海鲜设备，好多好多年。那这个设备他给你做的？对，我那海鲜那么贵，没法钱。你海鲜不是钱啊？去年便宜啊。你便宜，你折腾钱换多少钱一个？有啥？3万人民币，差不多。不过说个实在的。